刀哥你一说话就是经典。这 W 吃饭不见了呀，刀哥怎么办？他说兵哥不来，我不会再踏入这个直播间一次了。太慢了太慢了，上的太慢了呀。你说站个岗，我身在。我还在。怎么说，老子直播有种灵性。这个卢锡安太玩的不太好。这波不能死哦，这波死了我烂掉了，经验就烂掉了，这波真不能死。哥们，你这拉扯我呢！啊，你十三个，你想一想，为什么是第十三个补刀啊？你好好想一想，你看着你自己的补刀数，你不会有点愧疚吗？感谢别说话，谢别说话的办卡，感谢啊，老板。来来来来来，杀杀杀！我操，这么有实力啊！顶好这个炮车！哦，我跳，谁吃了我的炮车？一定是那几个小子，不知道是谁把我炮车吃了。我真的想笑啊，我他妈回去回的又去了好好的，老子干嘛他妈。再 Q 一下回去打一个压制，不然啥也没干，自己掉了个惨心。哎呀，巨好笑！过来，我什么都没捞到，我掉了个闪现，也不是他捞了几个镀层。杀他！冲冲冲冲冲！我谢谢我刀哥，谢谢刀哥的两架飞机啊！谢谢，谢谢刀哥的两架飞机，谢谢，谢谢刀。我还以为还要再 A 一下呢，没看到血条，所以我在那边又站了一下。上路还在补刀呢，上路61刀打98刀，上路压力很大的。
不是说进不去，他妈一直在秒，一直在进去又退退，然后又不减。不是，打字哥们，喜欢打字交闪现的吧？打字把自己闪现打成。是谁来呀、啊？这谁来我都打死他。哦吼！哎，坏了，没他快 ，K 不了这个头。啊、这个、头 K 到我刚好能出合魔中了，没他快，我操！差点钱，好尴尬。猫咪版民族还是差几千。我感谢刀哥的告白卡，感谢我刀哥的告白卡，感谢谢谢。慢刀疼。是啊，你他妈身上有个红 buff， 你还拼啊？呀！啊！实力发了。哎，又没他快。好，这他妈这 Q 空间。这 Q 空了，有点没想到。哦吼，哦，玩帅的。实力，实力如此。走走走，回不回？
走了，深藏功与名。哦吼，这个钩不错。哦哟，好意，但是好打，但是还是得死。哎，我以为我自己有闪现，没闪啊，中他闪了。哈，老子 Q 抬手了都没把他杀了。哦 Q 抬手动作都出去了，但没把他杀了。没什么特别想出的了。